今年呢，全县五万亩的小麦获得了丰收。看这个麦穗长得非常长，每一个麦穗都有五十多颗麦子，颗粒饱满，寓意着丰收。估计每亩可以收获九百斤。但是梅雨季节这两天抢抓有利天气，然后把我们的秸秆全部打回家，综合利用，增加农民收入。 前几天下雨，今天天开了之后，我们几个收割机从十一点开始下田，大概今天天黑之前，一百九十多亩到两百亩应该能够完全收割完毕。